过期。买东西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过期了。过期。买东西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过期了。You should see if it is expired when you're buying stuff. 过期。买东西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过期了。